哎呦，别出汗了。这次一定给你。以后，将这首歌留在你身边。哎呀，欢迎大家在凌晨2:45昨天九点二星星秀的频道，然后星星就在这里，喜欢的可以多点点关注哦。宝宝们，你们连六都不抠了，太高能了，真的连六都不带抠的了。我是记错了吗？感谢然哥送来一个可怜的六六，勉强你了，让你送我一个六六。今天我咋出了这么多汗呢？我们还有13分钟的时间呢，然后我跟你们聊一会儿，然后再给你们跳。六啊六，谢谢你们这么敷衍的六六。感谢你们如此敷衍的六六。宝宝们可以把直播关注再点一点的点一点直播关注，这个打打点点这个小心。感谢你说的我好漂亮啊。接下来我给你们跳个什么呢？我看看，给你们跳一段慢一点的吧，给你们跳一点慢一点的吧，扭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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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那种，好不好？就各种扭啊扭啊扭啊扭。一，朵朵哥，你能不能再给我多扣一个字儿、俩字儿的？你给我扣一个一，如此的高冷，还有这个可乐。游体回忆啊，你们是这么的啊，哈哈。哎呦，我觉得此时此刻我的心特别的痛，就砰砰砰的痛，砰砰的。四，有没有五了？欢迎新年所有宝宝，欢迎大家走进九九二星星秀，燃爆星星就在这里。喜欢主播可以点一点关注，然后也点一下我们二麦的关注。九九二星星新秀小坏蛋打脸，啪啪！我咋这么热呢？怎么的了？有点虚感觉。啊，再给大家跳一段，跳一段。跳一段，跳一段，这个舞蹈怎么说呢？说是风情舞吧也不算，但是好歹人家也像那么一点点儿。来一段吧。Oh.
一完事我就看见公屏上就在线那一面，我挂机我就洗脚，为啥洗脚呢？哈，对，我是个反正就是曾经是光头，现在长出来一点了，然后过段时间还要再去剃一下光头。你们怎么这么高了？我自个儿扣个六。也不知道是我，我记得好歹的时候有人还会啊扣扣字儿。主播你是没头发吗？主播你是失态吗？主播你是男的吗？主持人，主播你这个牙是怎么回事？主播你多大了？现在没了，没了，干嘛光头啊？因为墨子身体有点不是特别舒服，所以就光了个头，是这个样子的。然后如果想知道更细节的原因呢，就跟着我一起回家，我从头到尾给你讲一讲好不好？有头发吗？我有点儿，我有一点儿，一点点儿，哦，我是一个假主播，光头强吗？我是失态啊，不是光头强，光头强那个脑袋比较大，我脑袋没有那么上面没有那么大。所以还不完全属于光头强，但是往那个路风那个方向走的话，还是有一点点困难。秘诀是太美了，对，讲得非常到位，非常的到位，特别的棒。欢迎新进来所有宝宝，欢迎大家走进992星星球，燃爆星星球在这里。喜欢墨子的话，可以给墨子点一点关注，然后大家呢，顺便也可以点一点二麦的关注，992星星星秀小坏蛋。然后再给大家打一波广告啊，如果有想那个，咱们992呢，现在是招长期的场控，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，可以那个私聊一下我们的在线的一些管理，待遇还是很丰厚的。然后呢？不一样的感觉，法师你哥哥，咱俩商量商量呗。你这一发一个大表情，一下空白，我啥都看不见。你倒是给我留点活路呀，法师哥哥，你最帅，你最萌。对，你最剩下宝宝们你们自个儿去脑补一下我想说的是什么啊。再给大家来段舞蹈。